走什么走？咱们俩契约还没完呢。你去郑州经过我同意了吗？我是为了救我老师。那又怎么样？郑州多的是天才地宝，就他耽误你炼药吗？你来就是为了提醒我炼药这事儿？你还不领情啊你？我不来你不知道死多少回了。女王，哪儿？诀调动的这股能量是陨落心炎，谁？你是谁？哎，傻乎乎的臭小子，你问我是谁？你到底是谁？小子，陨落心炎用得还趁手吗？你怎么在这儿啊？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什么人？出来！哎，女王，你不是已经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你到底是谁？你把佣兵团怎么样了？血里有毒，这女人是毒体。毒体？别跟他废话。哎，等等。原来是条会咬人的蛇。有种你别跑，非拔了你这蝎子刺。哎，他是故意把我们引来这儿的，小心有陷阱。我还怕他吗？女王，这事儿是冲我来的，你先走。这是地图，按照上面的路线到中州传送法阵等我。不用你安排我。真没想到一别再见竟用这种方式。我不是没给过你选择。这些年来你处心积虑的就是觊觎我的古灵冷火，我是不会把它交给魂殿的，你别白费力气了。我不只是想要古灵冷火，我更想要你啊。我希望魂殿之中有你这样的天才炼药师，我真不想看到像你这么出类拔萃的炼药师为中州和加玛帝国那些蝇营狗苟之辈奔走，魂殿才是你真正应该效力的地方。哼，这些美丽的谎言你就说给像寒风那种利欲熏心的人听吧。
木谷，我只有一点想不通，魂殿四处杀掠，吸人斗气，修炼邪功，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又盯上了异火？力量啊，这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吗？魂面神用邪功恢复你一只枯手，你就像魂天献出了自己的灵魂。你说什么？你还敢笑？木谷，你还记得你这双手做过一些什么吗？是的，魂殿杀了我又救了我，最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你们永远都给不了的东西。你就算问我一万遍，我还是同样的回答。已经走了那么远，回头是岸的应该是你，我真替你感到惋惜啊。你是个天才，但你却没有我看得更清楚更明白。斗气大陆，强者为尊，你为什么不与最强大的力量为伍，而偏偏要与之为敌啊？力量只是一种肮脏的说法，骗尽了像你这样的人为魂殿的贪婪献祭自己而已。不，驾驭力量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魂殿到底给了你什么？魂灭生大人他选中了我，在他陨落之前，他授予了我魂殿最无上的秘法，只要我用异火供养他的阵法，我就可以一直享用这魂锁，享用这源源不断的斗气，直到突破最强的力量。这就是你抢夺异火的目的？臣服于魂殿，魂殿给我的我也一样可以给你。这条魂锁上沾了多少人命啊，你难道不觉得可怕吗？放心你一个人去中州，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对抗魂殿，我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一点都不放心。我答应你，我们一定会在古族再见面的。我说过回去，就一定会去。可是这次跟之前都不一样了。这次我回去之后，我就是古薰儿了。可你永远都是我的薰儿。下次再见面，我一定会拿出实力，让古族所有人都知道。薰儿，你的眼光没有错，我萧炎就是有实力。好了，时间不多了，我带你练斗技吧。